我的店明天就开张了，你会来吗？会。刚才跟阿梅聊天，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嫁一个好丈夫。看着她平静的样子，觉得很快乐。你们是不是毕业以后就要结婚了？结婚？嗯。你是说我跟阿梅结婚？你觉得我应该跟阿梅结婚？你们相处的也很长时间了，我也看出来，阿梅很希望。我明白。谢谢你的好意。我毕业之后不打算结婚，还有，我打算考研。考研？对，考研。我的未来不可能没有你。你们看，我们的研究生来了。回来晚了。建哥，大家都来了，大家都等你呢，来，快坐。没有导师啊，药丁那个都坐吧。没有教授让我定论文的题目，我不能北下大就走了。定好了吗？饿了吧？来吃点菜。哦不，我得先敬小丽姐和庞师傅一杯。一杯？不，咱们自家人不用客气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先吃点东西。对呀，空腹喝酒最不好了。来，先吃点。我说赵健，你看这阿妹对你多好啊，处处都为你着想。哎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你要再不娶回家，我们这儿可一堆人想着呢啊！去去，小吕，你起什么哄啊？我说啊，这阿梅啊，就是嘴上不说，心里急啊。你要再不开口求婚啊，她可真就急出病来了。你还说？啊，我去看看汤好了没有。吃啊！走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我干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少喝两口吧，你都说醉话了。我没说醉话，我说的都真心话。是真心话，那你就别喝了。我得干了。别喝了，你看你站都站不稳了，我帮你擦擦。哎，谢谢。那我陪你去。不用。没事。走啊，走！去你们的，啊！Thank you.
来找我呢吧？我这就去。你怎么能那么平静？你怎么能那么平静地允许我跟别人在一起？为什么？你嘴。我没嘴。子轩，我知道你是装作不在意，你在躲着我，你想让我感觉你不在意，你想让我忘掉，但是我忘不了。我知道你也忘不了，对吗？你不用乱说话。君，你别骗自己了，你也忘不了，对吗？你不要这样，阿美还在外面。我不管，子君。再自欺欺人了。你别误会，这支笔，你能告诉我这支笔不能证明什么吗？如果不能，你为什么还留着它？为什么？我留着它。我不舍得扔，我舍不得扔。我舍不得扔。子君，你喝过吗？我去告诉阿美，我去告诉她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们之间不仅只有阿美，还有赵伯王。你为什么要说他？即便我不说，他也是真实的存在。够了，别说了。喝醉了。是啊，你眼睛里全都是血丝。对，所以你告诉他们头很疼，我要先回去休息。你等等，我跟他们打声招呼，然后陪你一块儿回。我不要你陪啊！今天是小玉姐的好日子，你去陪陪他们。我先回去了。算什么时候跟他分手啊？你早说也得分，晚说也得分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呢？啊！
我根本没打算跟他分手。什么？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的？你说这个赵健他有什么好的？一个穷酸的学生，二十好几了，连个工作都没有，你跟了他能过好日子吗？啊？你看人家给你介绍的那个小芳，年轻轻的就万元户了，又能干又孝顺又聪明，人家还不嫌弃你。你说这么好的条件，你还等什么呀？妈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不听也得听。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妈缩衣减食让你上大学，妈是为了什么啊？妈是想让你有机会逃出咱们这个穷窝玩，妈是想让你找个好男人过上好日子。你怎么就不懂妈的心呢？妈，您别这样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我都明白。可是，我真的很爱赵倩。我不想离开他。你爱他爱他，你怎么就不爱你妈呢？你妈辛辛苦苦带着病身子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不想想你的妈妈？我养了这么不孝顺一个女儿，我不活了。我妈，我死了算了。妈，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妈，你把我养这么大，受了不少的累，所以才落了一身的病，我都明白的。妈，从小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逆过你的意思。可是唯独这一次，妈，我不能顺着你的意思。妈，我不想离开赵倩。傻孩子，傻孩子，妈就是为这个才让你离开赵倩的。那个赵倩的人品妈不了解，可是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我真的没看出来她对你哪点好。你们也相处七年了吧？啊！你自己怎么心里就没数呢？啊！我们女人活一辈子，总得图点什么吧？如果图感情，再苦也愿意；要么就图吃得饱、穿得暖，过上个好日子。可是你跟了赵倩，你什么你都图不上啊，傻孩子！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妈，赵倩。这几天，我妈一直在跟我说一件事儿。本来我是不想跟你说的，可她老是逼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现在打赌，赌什么呀？要是你输了，就把你的冰棍给我吃一口，我输了也一样。那好吧。我看明天一定会下雨。真的吗？不信我们打赌啊。赌什么？赌雨伞。雨伞？你说错了吧，给你。赵倩，赵倩。什么？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还有什么？没什么，以后再说吧。妈
看着啊，还是我搀着你啊。哎呀，我说上公园吧，你非来这个野地方，你看看这路多难走呀。哎，上公园可是买台阶，这可是爬山，这样呢就两个锻炼意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不就是锻炼吗？走，锻炼，走走。哎，其实这个腿脚就跟年轻人跳舞差不多，是不是啊？谁说的？不用你扶着，我自己能走。得了，我来吧。魏华殿下，赵静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弟弟还忙着呢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子君。别说，我不要听你那些理由，我不想听你解释那么多。我知道，你怕伤害阿梅。我也不想，可是如果现在不告诉他，是对他最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别再自己骗自己了，好吗？可是，你明知阿梅对你的感情，你不能这样对待他。可我也不能这样对你啊，子君，我们别再自己骗自己了，好吗？我去找阿梅，跟她说清楚。你在这等我回来，我想听到你最诚实的回答。子君，等我。阿梅，我先走了。阿梅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我也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很早就说要到水库来玩，一直都没有时间。赵倩，谢谢你今天肯陪我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其实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我有什么心事都会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心事也会告诉我。不开心了，开心了，到底怎么了？对不起，赵倩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分手吧。你今天看到的那个男的，是我妈给我介绍的对象。对象？他是个个体户，他说叫我们结婚，他就给我妈预备一套单元房，我妈也可以提前退休，不用再操劳了。你们认识多久了就谈到结婚？你喜欢他吗？你了解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两天我妈一直都不吃不喝。我如果我不答应，我怕她会受不了。我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。对不起。
是伯母逼你的。你看着我，你不喜欢他，对吗？你有没有了解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？是要两个觉得幸福的人在一起。如果我觉得不是的话，马上拒绝，知道吗？不行。我知道是伯母，你不好说，我去跟他说。不行，赵健，我这么对不住你，你不但不怪我，还处处为我担心。我别这么说，我没想那么好。